Sandy， 今天是不知道开箱什么第二集。那今天要开箱的是这个东西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我去玩具反斗城看到了的玩具，感觉还蛮有趣的。好，既然不知道要干嘛，那我就直接开了。好的，那打开就是两样东西。那它是一个啾啾它魔人啾啾，它下面有一个这个可以打开，然后看样子是要把这个粉红色的东西灌进去。这应该是它的脑浆之类的东西，那我就直接把它灌进去。咦，啊，是那种夜市奇怪的液体的东西，它很黏欸，我的鞋，它很黏，怎么灌啊？这要怎么塞啊？这个小朋友怎么会有耐心塞进去？它超黏，它真的很黏。我刚刚看了一下说明书，原来不是整个塞进去，只要捏一小块塞进去就可以了。我已经塞了 一半进去了。好，那这个剩下就放旁边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就这样，掐掐。哎，你怎么从这？啊，我从下面冒出来！对，NG。结束了，拜拜。